朋友们吃饭了，今天吃米粉，上面有一些肉末、臊子和香肠。再整一口。嗯，这个我不要听。香。香肠，吹一下，有点烫。嗯，哎，好吃。这粉说起来爽，爽口。嗯，哎，有没有喜欢吃米粉的？我是特别喜欢吃米饭，每天都想吃一碗。加油！满足，干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一个大棒骨哈，来一口，鹅蛋，哇，嗯，好香的肉蛋。
来一口。直接上手，泡菜。